店的时候我要设就是打三件嘛，三件三件三件，就是有一些就是满分的，但是大部分会打到差不多二十六七八那种吧。就有时间的话就去练一下，但是也不是特别经常那种。希望，希望，但是现场就要看情况吧，因为今天有很多人，可能会紧张。